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1页，第五行啊，第五行最后一句开始啊，八苦里面第四，四苦，死、悲、分散，自身四大，与经世眷属，习皆分散，是死苦。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四大啊，这是个名词，从佛学常见词汇里面揭露出来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啊，下面有个解释。地以坚硬为心，它的性质；水呀是潮湿，火是温暖，风是流动。这是说明物质无论大小都有这四种现象，叫物质它的性质有这四种。世间的一切有形物质都有坚、湿、暖、动这四性，
这叫四大。下面呢，举例，诸如人体，人的身体，毛、发、爪、牙、皮骨、筋肉，这是坚硬心的抵达。这个就是物质现象。那么唾、涕、脓血、痰、泪、便利，这是潮湿性的水道。温暖这个温度暖气是温暖性的火大，一呼一吸是流动性的风大。这样的说法几百年了，古大德为我们解释四大了，都是这样说法的。那么再看植物，又如植物的枝干是坚硬的抵达物质现象，它体内有水分，这水的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以发育，这是暖性的火大，吸收碳气吐出的氧气，这是动性的风大，对物质现象说明它的四大了。好像也没错。那么这如再以星球为例，星球表面上的山石大地，这是地大坚硬的地大。那么挖地往下面挖，地下有泉水，这是湿性的水大。星球内部有岩浆，是暖性的火大，星球与星球之间互相吸引，是动性的风大。星球在太空是有一定的速度在旋转，所以它不是静止的。由于四大遍及一切物质现象之中，所以佛经称之为四大中所造诸色。这个讲法世代相传，1400年。是不是世尊的本意呢？世尊对于一般初学的人可能也是这样说法。这是方便说。我们看了科学的报告，这才真正搞清楚，四大五蕴是怎么回事四大五蕴是世尊说的物质现象的基础，物质有四大有五蕴的现象，就说明这物质现象。四大的地水火风是讲的色法，五蕴是色受想行识，
啊，色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有四大，精神现象也有四大，受想行识。啊，精神跟物质不能分，是一不是二。啊，心经大家天天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第一个是色，物质现象空的。再进一步，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也不存在，受想行识也不可得。啊，这才把四大五蕴呢，就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基本的物质是什么？佛在经上用的名词叫极微色，啊，又叫它做极微之微，啊，佛在经上常说。是将物质啊，把它分割，通常我们小的物质叫它做尘土，随着一毛一尘，啊，毛是汗毛，这都是物质现象最小的，啊，身上的最小的汗毛的尖端，啊，依报的环境呢，就是微尘、尘土，啊，多大的尘土呢？从牛毛尘开始，啊，牛的毛粗，牛毛尘尖端上。啊，好像这是一个牛毛尘，尖端上，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啊，那我们知道，物质都有吸力、引力、吸引力，这一粒尘土啊，在这物质上不会掉下去，好像它贴在身上，啊，被吸引住了，不会掉下去。眼睛好的人能看见这一粒尘土，那么佛说把这一粒尘土分成七分，七分之一这就小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细，那羊毛尘再分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中国人写字用毛笔，有羊毛，有兔毛，啊，兔毛更软，更细。这个兔毛尘呢，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大概肉眼看不见了，很小了。那为什么叫水尘呢？水有密度，密度里有空隙，空隙，啊，这在显微镜上都看到，水里都有空隙。这一粒尘土在水里面空隙里头游来游去，没障碍，啊，称它叫水尘。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就是金属。金属的密度大，里面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金属里的空隙通过，它没有障碍。啊，你是这里有个钢板，啊，它可以自由穿过，啊，没有障碍。啊，金尘
再分为七分之一，叫微尘。啊，所以佛经上讲微尘，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微尘，我们微尘肉眼看见的，这肉眼不看不见，谁能看见呢？阿罗汉的天眼。啊，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微尘还能分，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在我们想象当中，佛应该是阿罗汉看见这个微尘呢，应该就是今天科学讲的原子。啊，原子我们肉眼看不到，阿罗汉能看到。啊，再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的分，啊，一直分下去，叫色聚即微，大概就是现在，啊所说的基本粒子，quark。啊，基本粒子现在科学家知道，好像有五六十种。这都叫色聚即微。啊，这个东西能再分，分叫夸克。啊，夸克还可以分。啊，现在呢，一直分到最后不能分了。佛说即微色，即微之微，这不能分，分就没有了，物质就不存在了。啊，科学家有本事。把极微之微找到，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这两个名词，科学家都说这个不能分了。再一分呢，物质没有了。啊，科学家确确实实做到了。啊，微中子一分析，物质不见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所以科学家看到这个现象，肯定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么这个肯定证实了《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根本它就不存在。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物质现象呢？是许许多多意念产生的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就是物质。啊，很不好懂。它不是我们的一般常识。啊，可是我们从动画这一桩事情里面能够啊体会到这个现象。啊，动画卡通片啊，翻的时候把它翻速度翻快了，哎，就好像它在动了啊。过去的电影就用这个原理，
拍摄成啊，摄影机，它的镜头是快速度的开关，一打开就照一张进去，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照进去，是用这个方式，啊，一秒钟呢24张的，就是24次开合的。这个速度把它拍摄下来，然后在荧光幕上把这个幻灯片啊成为正片打在荧幕上啊，一秒钟24个影像重叠在一起，这些纠缠在一块，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我们看它一张，就是24分之1秒，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在荧光幕上看，只看到这一张，一张的速度是24分之1秒啊！我们能够有感觉。感觉什么？光亮了一下，光里面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就没有了。啊，我们的眼力达不到这个速度。啊，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一定看它是连续的。啊，大概至少连续到半秒钟。啊，也就是12个画面。纠缠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印象，哎，好像是个人，好像是个树，好像是个房子，啊，是不是很清楚？不清楚，要真正看清楚，大概要1秒钟就有个清晰的概念，啊，1/2秒看不到，不清楚。那好像是有这么会不清楚啊，这就是我们眼睛不行啊。那实际上的它的速度呢，生灭的速度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就像动画片，多少个动画片纠缠在一起啊，32亿乘8000，8000/10000啊，这个数字是320兆，一弹指320兆，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过去的电影是24分之1秒，这个速度，我们看到的电影片啊，所以看电影片，你细看，它跳动，它能跳动。那么现在用数码，比过去进步了。这个跳动看不到了，越看越逼真了。为什么？它速度提升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环境，你眼见耳闻啊，六根所对的境界，我们用秒来说，这个弹指一秒钟弹得快啊，年轻体格很强的，我们相信可以1秒钟弹5次，一次是320兆乘5，
1600兆啊，一秒钟啊，一秒钟啊，就等于那个放映机一样啊，速度多快啊！啊，一秒钟，生灭的速度就是波动现象，160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我们统统以为是真的，其实这个现象就在眼前，从来没有改变过。啊，谁知道？佛说，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样五个位次的人知道。他看见了，怎么看见的？定中看见的。华严说，这52个位次，最高的是佛位，啊，下面都是菩萨。51个菩萨最后成佛，总共52个位次。最上面的5个位次，宇宙的真相，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宇宙是不是真的？不是，也是假的。整个宇宙是假的。心性识变从哪里来的？真如本性有隐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说的是这个意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整个宇宙这些形象是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不是哪个造的，啊，人人皆有，个个不无。啊，一切众生有佛性，佛是觉，能觉察到这真相。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它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啊，自信其用，见性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这个知道不是学来，你自己本来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明了啊，你自信本来明了啊，现在不明白了，不明白叫无明啊。你现在有了无明，你不知道了啊。那么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佛是在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这是真的，佛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把我们自性里头本来的那个明明白明了找回来啊，如此而已，不是佛给我们的，是自性本有的啊。我们本有的跟佛本有的是一，不是二。换一句话说，八地以上才真正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
真的是一体。啊，所以从一体这个里面流出来的爱，就是大慈大悲。啊，《大乘经》上佛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那个爱没有条件的。啊，因为是一体。啊，母子是一体。啊，什么时候凸显出来的？确实，啊，我常讲，人生百日。啊，婴儿生下来100天，就是3个月。这3个月的时候，母亲对于这个婴儿，那个爱就是天性，是自信里头的真爱，没有任何分别之处，没有。啊，母亲看小孩是一体。啊，渐渐长大，他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跟着一体越来越远了，疏远了。啊，小孩甚至长大了不孝父母。孤身先贤，懂得事实真相啊。啊，如何能够把这个真正自信里面的爱啊，最初你看到的就是父子有亲，这种亲爱是真的，没有通过意识直接反映出来的啊，如何把它保持，让人在一生当中都不改变。这是古时候教育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这个。啊，让父子这种亲情一生不改变。啊，不会堕落到妄心里头去。啊，那么这就得用教育。教育是一种手段，啊，尤其最重要的是婴儿，啊，因为他没有被污染，他流露出来的是真的。啊，做母亲的人就有责任保护他，保护什么呢？不受污染。啊，所以婴儿从一出生，他眼睛在看，他耳朵在听，他已经在模仿接受外面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善的，他将来是善人；影响是恶的，他将来就是恶人。这叫习性啊，本性大家都一样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大家都差不多，没什么差别。习相远，啊，习什么？习惯，习性，习性不是本性，习性是从外面学来的。啊，天天学，天天学，学了以后比本性还厉害。
本心忘掉了，完全用习心了。啊，习就是染，佛家叫染污，这个东西很麻烦呐。啊，如何保持本性，远离习性？这是真正的教育的真谛。啊，所以母亲带这个婴儿，啊，所有一切不善的、负面的，啊，不是好的东西的，决定不能让婴儿看见、听见、接触到，不可以。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善。全是好的啊！母亲在一千天，小孩出生到三岁，寸步不离，把他看好，让他在这个一千天里面，所见所闻所接触的纯净纯善，这个小孩就是圣人。那就是佛菩萨，佛菩萨是人做的，啊，根就要纯净纯善，人人都可以达到纯净纯善，啊，就看他的母亲肯不肯帮助他，啊，母亲的伟大之处就在此地。母亲负责任，把他看好。啊，一千天当中，他不见邪物，不闻邪物，没有接触的邪物。啊，看到、听到、接触到的纯净纯善，这个小孩圣人的胚胎养成了。啊，接着下去，老师教他。啊，老师虽然不是圣人，老师接受过圣人的教诲，懂得什么叫圣人。啊，自己做不到，帮助学生做到。啊，老师在学生的面前要演出圣人的样子，那不是圣人也要做个圣人的样子，表演出来给学生看。啊，自己不善的一面不能给学生看，为什么？怕学生学坏。啊，善的一面让学生多看，啊，让他好好学习，这是好老师，特别是同盟啊，啊，十二三岁之前非常重要。啊，这个时候的老师不重视学问，重视德行。啊，这个年龄学生不重讲解，着重在背诵。啊，背诵是什么意思？背诵是教学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持他的清净心，不能让他胡思乱想。小孩逐渐长大，啊，他会想，
啊，如何让他的思想导向正面？啊，那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他的妄想。用什么方法呢？用背书。啊，一本书。单纯呢、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遍诵念多了，他就能背诵。小孩记忆力好。啊，背得很熟了。古人的标准是1000遍。这部书你能背熟。能背了，能背再背1000遍，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80-90岁写文章，不要看了，随手拈来，他熟透了嘛。啊，脑子里只有这个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啊，有能力的可以再多学一种。啊，多学2种，越精越好。目的不在记诵，目的在收心，不让他胡思乱想。哎，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开悟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方法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这叫菩提道，叫成佛之道啊！啊，戒就是给你规矩，叫你遵守，这就是戒。啊，防止你妄念。啊，变数多了，心定了，就得三昧，啊，就得定。定久了就开智慧啊，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呢就透出来了啊，透出来什么样子呢？没有学过东西一看就懂啊，所以说一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你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里头有个绝妙的事实真相，那就是通了，能够通他心。我没学过，别人学过的，我能把别人学过的东西通通拿来我来用。啊，别人是谁？是诸佛如来，是诸大菩萨，他们无量劫学的。我现在门一打开，全是的，我就通通得到用处。啊，为什么呢？一个自信，一个宝库。我的打开了，他们东西都在里头。那就是集一切诸佛生生世世所修的无量功德庄严，全庄严自己了。自己也庄严诸佛，啊，佛佛道同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目的。佛法不重视啊，即问之学不重视，啊，重视开悟啊，开悟是真的，记诵不是真的，啊，记错了你就用错了。啊，自性悟的纯真决定没错。
是诸佛如来的教诲，理念跟方法真的是一流，没有那人能超过。啊，这叫真理，这叫真如。啊，所以一切法的缘起是从自心变出来的。你见到自心，你知道它怎么变的。啊，怎么演变到现在这种状况？啊，知识乱了。什么原因乱的？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它带回来？让他一个一个就绪，啊，这一就绪，社会就安定，就和谐，啊，他懂得，啊，而且教学决定是以身作则，学生迷而不觉。老师觉而不迷，老师要把觉而不迷的样子做出来，教学生，学生就相信。学生没有怀疑，学生对老师真诚恭敬。那老师的理念方法他接受了，他一教奉行，他也会得三昧，他也会开悟。这是佛法教学跟世间教学不一样的地方，用世间的方法来学佛法学不到，他所学到的东西变质了，变成世间的学术。现在讲的哲学、科学，变成世间的哲学、世间的科学，与明心见性不相关。也能知道宇宙奥秘，甚至揭穿这个奥秘。但是终极的目标他达不到，那就成佛。明心见性，科学家、哲学家做不到。为什么？那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本来就是啊。科学家没有放下分别执着，没有放下起心动念，所以不能见性。放下就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要有警觉。只要是起心动念，自己心里要明白，明白什么？全是虚妄。动个佛的念头也是虚妄。自心清净心里告诉你，没有佛。没有佛那是真佛，有一个佛了是那个佛的妄念，没有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没办法做不到，一个念头都没有，做不到啊，做到也不行，做到什么无想定。果报呢，在四禅的无想天，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真麻烦了。有念是错的，无念也是错的。啊，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你一想错了，你一说错了。觉悟的人对觉悟的人，怎么说都有味道。觉悟的人对不觉悟的人，怎么说都是毛病。那怎么办？佛有方便，真正方便，净土法门。我们要不遇到这个门，一生对佛法还不就是说说而已啊？真实利益了，边都沾不上啊！有了这个法门，有办法了。只要把心里头清净一尊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口里头念念不忘，身口也如，这就是一心专注，这就是智心一处，那起作用是无事不办，你的智慧显现了。你的定功成就了。我们一般怎么说呢？阿弥陀佛加持你。是不是加持？是的。但也不尽然。你自己要不能够一心专注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不上。所以那个专注是因，阿弥陀佛加持是缘。阿弥陀佛加持多少，完全看自己专注功夫的前身。你功夫深，阿弥陀佛力量就大；功夫浅，弥陀加持力量就小。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古大德教人那一句话是真理，是真言。教给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什么意思？经太长，咒比经短，佛号最短，四个字：阿弥陀佛。让你什么念头集中。集中到一点，经长不容易集中，昼夜长也不容易集中，佛号就一句。就集中在一点，这一点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本性。净宗的方法善巧方便，首先叫你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然后再进一步，在极乐世界去证得自信，明心见性的事情是到极乐世界才办。阿弥陀佛会叫你。现在就是先见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容易，这个方法保证我们个个成就。所以四大，今天我们看到科学报告，
我们就晓得，微中子就是世尊所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祖师大德没有把它讲清楚。啊，那换一句话说，八地以上才搞清楚啊，没有的八地，大概都是这个说法。微中子那么小啊，它是物质现象色，你看到了啊，这个色有四个特性啊，第一个你看到了，你摸到了，这叫地大，就物质现象啊，它带电，虽然那么小，它带电，它带的阳电就是火大，带的阴电就是水大，啊，或者讲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那么小的东西，它有，啊，再有个特性呢，它不稳定，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用风做代表啊，所以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基本的物质啊，它有这四个特性啊，它是一个固体啊，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它是动的，不是静止的啊。现在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啊，在佛教里面，佛教它说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微色没有比它更小的，它是最小的。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山河大地啊，整个虚空法界，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就是这一个物质组成的啊，小物质是它组成的，大的世界也是它组成的，叫一合相啊。那金刚经上的话，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这才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要真正了解，把这些话多念念，念不明白不要紧，你一直念下去，总有一天豁然大悟，真明白了，那叫开悟了。那我们的身体是这个一合相啊，这色了啊，色是从念头生的啊，念头是什么？自性里头本有的见闻觉知，这是性的，自性本有的，迷了之后啊，它变直了，变成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见闻觉知啊，觉悟的时候叫见闻觉知，迷的时候叫受想行识啊，受什么感受，有苦乐的感受啊，想就是有妄想啊，行是这个受想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不断啊，十整个虚妄的离体啊，或者说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那就是
这个种子不是物质现象。是个念头啊，种子之多，种子之复杂。佛说了，如果它有形象，形象再小，我们一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无世界到现在这个种子，虚空法界都容纳不下。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形容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识的种子它根本就没有停止啊？念念都在造，造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啊。造的速度用弥勒菩萨的话来说，一秒钟他已经在造1600兆次，一秒钟。1600兆，10秒钟16000兆，怎么得了啊？1个小时再乘上6倍，啊，1天24小时。啊，1个月30天，造多少多少啊！佛讲尽虚空不能容纳了，你一想是事实真相啊。好在它不是物质现象，这个现象的形成。没有别的，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它就有；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了。啊，你说它存在不存在？有念它存在，无念它不存在。啊，无念是如来。这个要知道啊，三贤菩萨他只是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他没有，起心动念有啊。啊，即使起心动念放下了，习气还在啊。他没有方法把习气除掉啊，这叫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啊，无始无明习气，他没有生命啊，因为没有生命，我们就叫他做一真。有生有灭，十法界。十法界叫无常啊，刹那生灭啊，1秒钟1600兆的生灭，这十法界里面事情啊，一真法界里没有，所以一真法界叫真常啊，十法界叫无常。啊，设法界等待，时间久了，无明习气逐渐淡薄了，到最后无明习气没有了，没有了
就叫成佛。啊，这个佛《华严经》称它为妙觉。啊，在等觉之上，等觉是菩萨最高的地位。啊，他还没断干净，断干净了就不叫等觉了，就叫妙觉。妙觉在常寂光，妙觉是法身佛，没有身相，也没有心相，啊，起心动念没有了，念头没有了，啊，物质现象没有了，自然现象也没有了。用常寂光三个字形容它，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常，即是清净。啊，清净到基础，一尘不染。光是遍照，它在那里？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它而现，一切法也由它而现，影现自在。啊，这是法身如来，这是佛教终极的目标。啊，入这个境界才叫大圆满。啊，在这个境界里头，无事不办。而且样样都是大圆满。啊，那么我们把今天科学所发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关于宇宙万物真相这方面的东西合起来看，就很容易懂。啊，科学要没有真正把物质现象搞清楚搞明白，心经上这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我们永远讲不清楚。啊，我们看这文，这都是过去祖师大德说的这个说法。啊，所以科学对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啊，可以互补，佛法对科学也有大帮助，可以互相印证。我们再向下看，啊，四大分散，物质现象没有了，物质的身体没有了，啊，它有灵魂。啊，灵魂它有受想行识，它没有色，无蕴的时候少，它没有色，它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灵魂。啊，他们有些不知道受想行识也是假的，啊，他执着呢是真的，所以他有苦。啊，那么这是四苦。第五呢，爱。啊，爱则于祸偏离，常所亲爱之人，拐为
离散不得共处，这爱别离苦啊。人在这个世界，喜欢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喜欢的事、喜欢的物亦复如是。啊，这个事实真相要看破，不能看破呢，那你就受苦，就爱别离苦。啊，真正看破了，晓得一切法缘聚缘散的，缘具足了。他就合，缘不具足，他就散了。所以佛说因缘生法，大乘经论的佛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它是暂时，时间很短，它不是长远。什么是真正长远？只有一桩事情真正长远，回归常寂光。我们物质身是这个身体不见了，我们起心动念心理现象不见了，都没有了啊，身心都变成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不得已称它为空啊，但是这个空不当作无讲。为什么叫做空呢？因为它三种现象都没有。啊，为什么不能说它无呢？它遇到缘能生三种现象。三种现象是由它而生起的。啊，所以不能说它是无。无比的灵敏。啊，灵敏觉知啊。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法界虚空界是他变的，是从他现的啊。法界虚空界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他变现出来，一体一身，一个身叫法身，法身是一切身，一切法是自己的身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肯定，你能够认识，你就成佛了啊，至少你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承认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流露。那是真的我们迷了，不晓得分自分他了，这个里面起无量无边的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啊，这个罪孽就变现出轮回，变现出六道。啊，轻一点的变现出四生法界，严重的变现六道轮回，最严重的就是三途苦报。必须要知道，全是自作自受。啊，可不能怪别人，啊，怨天尤人是罪加一等。啊，总以为我没错，都是别人错，罪上再加罪，那就越来越苦了。啊，老祖宗教导我们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困难走不通了，找谁呀？要找自己。自己反省，所有过失在自己，不在别人。啊，为什么佛菩萨样样都通，从来没有障碍？什么原因？他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全通了。啊，我们有思，有想，有念。啊，这就是一切苦难真正的根源。啊，这个东西断不掉，应该要断掉，断不掉。啊，这就是六道里头苦难众生啊，妄想一个接一个。断不掉啊！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用这个无比殊胜善巧的方法，让我们把念头集中，念他的名号啊，他的名号。就是信德，就是自信啊！自信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是无量的，整个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啊，这是无量具体的展现。啊，所以念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我们应该有观想，我们跟阿弥陀佛合而为一。就像细念佛寺中峰禅师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真的不是假的。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啊，极乐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它融成一片。极乐世界无穷大了，没有边际。一切诸佛刹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那换句话说，所有刹土应该都是极乐，这才是正确的，是对的。那为什么不落呢？你自己造作的不善，啊，把极乐迷失了，现在所感受的疾苦，自作自受啊！
下面第六个，愿增慧故。愿则欲逃贫欲，冤亲债主，我很不喜欢，我很讨厌他，我总想不要跟他见面，偏偏天天见面。在学校念书，这同学非常讨厌他，在排座椅的时候排在一张桌子，不是冤家，不知道啊。这个事情真有啊。八苦就在生活当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看破就解决了，这八苦就没有了。八苦没有了，就极乐世界。常所怨仇憎恶之人，欲求远离，犯而集聚，这叫怨亲。不喜欢的环境，想离开它离不开；喜欢的环境，想常住得不到。那我们一生呢？八苦里头，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呢？出不来。细心观察，真的，佛说的好，全是业力变现出来。我们有不善的念头，有不善的行为，这个造成的。我们念头转过来，不要想别人的不善，想别人的善；不想别人的过，想别人的好处，那个心情马上就转过来了。业由心造啊！果一定是自己。去尝，决定不能怪别人，一定要学普贤菩萨，菩萨的名号就是他的法门，他心目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是好人，都是仙人，普贤呐，没有一个是我人。那伤害我的人，我过去生中伤害他，今天他伤害我，一报还一报，账消了，心里好欢喜啊！我说账还了。他不是怨恨的，如果他想错了，你欺负我，我要来报仇，你看麻烦大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佛教人呢，回头是岸呢，希望我们早一天能回头。就在境界当中修行，而境界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当中修行，提升特别快。啊，修什么？大乘教里头，一般的菩萨六度，化身菩萨普贤十愿啊，所以我们的修行真的把握住经中的五个科目就行了。念念希望这五个科目能落实，你只要一缘起，苦恼就来了，你就造业了。你守住，这是真修行，这真正是菩萨道啊，敬业三福，六合敬啊，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这么简单了。啊，这五个科目我们真做到了，真落实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相应，没有违背。啊，这是什么人？这是普贤菩萨。你在修普贤行。修普贤行的相应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第二品德尊普贤啊，极乐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通通是修普贤行啊。那我们现在就学习普贤行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六波罗蜜的里面，并不重视平等、清净心。普贤菩萨是平等心，这个难。啊，普贤菩萨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净土宗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学，第一个提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在中国第一个提倡是慧远大师，中国的初祖。啊，在日本第一个提倡是日莲大师，啊，叫日莲上人。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我们提倡净土，黄念祖跟我开玩笑，这净空法师，你到美国去做净宗初祖啊。啊，确实在美国法师没有人提倡净宗，那个地区人不相信净土，有佛法
喜欢禅，喜欢密。啊，所以在美国，禅很兴盛，啊，密很兴盛，没人讲净土。啊，我们在没有到美国之前，了解大概的状况。啊，真正劝请我到美国，是一个美国人。纽约大学的学生。研究生，啊，念博士班的，啊，他学习的课程呢是华严经，啊，那个时候学校跟台湾大学做学生交换学习的，啊，他是台湾大学的学生。那么我那个时候正好讲华严，我住在景美，啊，台大就把他送给我，在我图书馆里住了4个月，他大概30岁的样子，啊，读华严经，读清凉的思潮，我很佩服他。我说你学中文学多久？3年。那外国人认真的，3年就有能力看中国的文言文。啊，是他请我到美国去。啊，他告诉我，净土宗在美国。一般人到美国去决定行不通，美国人不相信，啊，所以他找我，这法师你行，你到美国去可以，啊，所以我到美国去，我带了一套那个时候录音带，啊，最进步的，盒子装的，小片一片一片的，啊。那一片90分钟，啊，那个时候我讲经，啊，一次就是90分钟，刚刚好录一个带子，啊，我这一部《阿弥陀经》，好像是330个带子，啊，330个，每一个带子1个半小时，我把这个带了一套。到美国，我跟大家讲演的时候，我把这个摆在前面，整整齐齐摆在前面。很多人问，这是什么？阿弥陀经。啊，一边讲出来，确实把一些对净土有怀疑的人镇住了。啊，对净土批评的人。不敢讲话了，啊！一部《弥陀经》怎么可以讲1年？啊，讲这么长，怎么讲的？啊，我讲的是《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啊，莲池大师的疏钞完全是用华严经的教义来讲阿弥陀经，讲净土，啊，告诉大家净土就是华严，华严有十玄门，净土也包括十玄门。
圣人念佛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是生华藏世界。啊，可是学习的人不多啊，带给一些人信心，从禅从密回过头来修净土，为什么？这个容易成就，真正成就往生净土，比禅比密多高啊！修禅修密，一生能够修到阿惟越智菩萨，几乎不可能，一个都没看见啊！但是往生极乐世界，在美国真有啊。我们最明显的例子，马里兰州的周广大啊，是中国人，在当地开了一家面包店，人老实忠厚，没有宗教信仰，啊，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得了重病，癌症末期，啊，医院放弃治疗，他的家人才到处求神，啊，找奇迹，看有没有奇迹，啊，找到了我们，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华府佛教会刚成立没多久，啊，我是这个会里头第一任的会长，我们就派了三个同学去看看，他们看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他的病很重，确实不能恢复了。我们就劝他念佛，把极乐世界简单介绍给他，哎，没想到他很有善根，他就接受了。告诉他的家人不要去找，到处去求神求神，不要去啊！你们通通念佛，帮助我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决心下之后，癌症很痛，他这个痛苦减轻了啊，没有感觉到痛苦。我们派同学啊，三个人四个人轮流不断帮他助念啊，他家里人完全合作，三天三夜啊，他告诉他家人佛来接引他，他往生了啊，非常欢喜，活化是留了舍利啊，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的佛教，临命终时，证明四十八愿里头第十八愿，临终生念必生啊，他接触经中接触我们，也不过就是四五天吧。时间很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给许许多多人做了证明啊，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那么还有许多，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从大陆到美国去的，这些念佛人在美国往生，真有功夫，欲知是知。我见到的一个是在旧金山，老太太，年岁大了，到美国是儿子媳妇把她接过去的，因为她生了小孩，没人照顾，把老母亲接去照顾小孩。老母亲帮助他做家事，小孩大概4岁了，上幼儿园了，老太太就轻松多了。早晨吃了早饭之后，儿子媳妇都上班了，把小孩送到托儿所，晚上回来的时候再接回来。老太太照顾家里，老太太是个念佛人，很单纯，很老实。往生的时候没告诉家人，家人早晨起来，因为老太太烧早饭，一家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这一天早晨老太太没起来，家人感觉得很奇怪，怎么还没起来，把她的房门打开进去一看，老太太穿得整整齐齐，穿得海气，在床上打坐，叫她不答应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他留的有遗嘱，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当然家的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去买了些布子家做孝服，至少3个月他预知是知，不让家人知道，以免麻烦，家知道家人一定不愿意不让他走不说早走了走了之后，这些佛友才晓得看他的遗嘱，没有不佩服的老太太一个人在家看家念佛诵经，他不寂寞，他净土真成就了对这个世间看破了，没有值得留念的儿子媳妇借他到美国，不是享福，是做义工，不要付薪水的，有什么意思？孙子长大能上学了，放下了。亲情是最难放下的，这一关放下了，其他的都容易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一表现让许许多多念佛的同学坚定了信心。这是他的功德，他做的好事。让我们看到的时候
信心坚定的，不会再动摇了。啊，他能做到，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啊，他能做到的原因，彻底放下了。啊，他年岁大了，70多岁。对事出世间法，也无能为力。临命终时用这个来表法，这个意义很深呐。他这一走，给念佛人做证明，叫做正传。念佛真能成就，没有生病，没有一丝毫这个走的迹象啊！他儿子媳妇不知道啊，怎么说走就走了？走得这么干净，这么利落。自己身后的事情统统都办好了。儿子媳妇不操一点心。念佛同学做出最好的榜样。什么都放下，什么都看破，没有障碍了。缘增慧，躲都躲不掉，那就不必躲。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这是解决的办法。第七，求不得苦。求这于得偏失，世间一切所心所爱要者，求之而不能得，这叫求不得苦。那佛教给我们，真正入佛门了。我入佛门求什么？不求世间名闻利养，不求天上的殊胜的福报，都不求。我们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要看破，要放下。一时能维持，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要办往生的大事，给大众做最好的实现，就是弘法利生，让许许多多人看到，对净土产生信心，产生了希望，发愿往生，这就是莫大的功德。这个表演知道度多少众生。
啊，让多少众生看到了，不再怀疑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所见所闻，十几个人呢，啊，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不敢？啊，世间事只有这一桩真的。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因为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等于说成佛的保证吧。不能不去啊！啊，这个世间随缘，随缘要自在，要恒顺众生，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随缘消旧业。啊，如果有特殊因缘，随缘成就佛法，随缘续佛慧命，这是大好事啊！啊，世间第一等好事啊！要能把事情做得好圆满，那就要记住。贤首大师给我们讲的望境还原观，前面一半是讲诸法实相，要知道不再迷惑了，后半是讲修行的方法，原理原则，原理原则里的最重要的就是看破放下。张家大师讲得好啊，讲得很浅很白，我们都能听得懂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让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保持身心的清净，清净心生净土。啊，所谓心净则佛土净，啊，清净心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啊，做事情没关系，你尽量去做，别放在心上，那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凡夫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心上有，他常常想着，佛菩萨心里不想，心里不想，事情能做好吗？能。心里不想，做出事情是智慧。啊，心里想着事情是知识，知识做得不圆满，有后遗症。啊，所以什么都不想，到时候来说，自然方法会用得非常正确。那什么？自信、清净心流出来的智慧，
啊，我们智慧流不出来，就是想的太多，非想不可。啊，人家请我们去讲演，我讲什么？啊，预先好好想一想，这是意识心里头流出来的，什么都不想，那什么？那自信流出来的。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答问，人家提问题，马上就回答你。没有通过思考，也没有准备，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或者在讲演的时候，一个大题目。啊，这个大题目不是预先拟定的，临时的。啊，这是佛法，这是中国传统。讲求智慧，不讲求知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心越清净，就越聪明，越有智慧。啊，妄念越多，就越杂。啊，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啊，这个一定呢，要知道的。啊，不求。你所需要的自然成就啊，所以不需要求，求反而不得，不求呢，一切佛菩萨安排，自然成就啊，啊，得来全部非功夫啊，这个好，身心神识。圆满成就，自己心念跟佛法完全相应。啊，我们的心住在阿弥陀佛，住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真干了！啊，念念为众生，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与佛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